大家好，大家睇紧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铜锣湾嘅 Fion， 今日同大家导航嘅就系 Oral-B IO Series 9充电电动牙刷。Oral-B Series 9充电电动牙刷，智能双向压力感应，防止刷牙嘅力度过大，可以有效咁保护牙龈同埋珐琅质。3D 嘅结齿追踪同埋 AI 智慧识别技术，运用互动式嘅智能彩色显示屏，引导用家进行口腔内零死角嘅清洁。来自2分钟象限计时器，每30秒颤动一次，确保清洁口腔每个角落。无摩擦式平稳磁力驱动系统，可以将能量传送到刷毛嘅每个尖端，带嚟完美嘅结齿效果。首创微震技术，带来前所未有嘅6倍清洁力。磁驱马达，磁驱动能集中至刷毛，三重压力感应，精准控压力度得宜。智能侦测16区即时侦测洁牙，彩色荧幕可以即时回馈提升体验。用法方面，一共有7个嘅清洁模式，一键随心切换，日常清洁、深层清洁、敏感专用、轻柔呵护、转白抛光、牙龈呵护、舌苔清洁、3小时磁吸快擦。建议每3个月就更换一次 Oral-B IO 智能系列，可替换式刷头，保持卫生。白灯提醒就是代表刷牙力度过轻，绿灯提醒就是刷牙的力度适中，而红灯的提醒就代表刷牙的力度过大了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到这里啦。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 Oral-B IO Series 9充电电动牙刷。有兴趣知多啲的朋友可以上丰泽网店同记得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。当然可以临门市找我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